棒球的衣服，真的假的？是不是？你这也没有穿，我怎么觉得像这样？我们把这个直接变成我们两个，如果你再穿这双牛仔裤，就直接变成这个。我觉得如果这样子会超荒谬，我就直接是幸运的会员。是怎么回事？我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就是我等下是真的，等下是这样出来。其实我前天就已经先，我跟说那个球员，前天我跟他说，他会就是以这个棒球员的身份，在这场投进他的每一颗很好的球。对，我觉得希望每一个选手来到这个殿堂，都是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的最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姿态，然后再去面对。因为毕竟身为一个运动员，我们没有办法左右比赛的结局，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我们手中的每一颗球。那请问运动员，今年 OZ 跟 Yellow 黄轩都有入围，你觉得他们的这个信心指数怎么样？没关系，两个人是不同的类别的 ，OK 的，你可以大声的说。我每次比赛前，我都告诉我这一场，我不要想着赢，要想避免输。对。哇，金句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们球没有办法做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，全部都给他讲就好了，真的。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？OZ， 你补充一下他的。没有什么好补充的，真的。你太会讲了，他会讲什么？我就跟大家说了，但是他原本也要穿曲棍球的衣服，真的假的？是不是？你真的没有穿？我怎么觉得真的？我们把这个直接变成我们两个，如果你再穿这双球衣服，就直接变成这个。我觉得如果这样子会超荒谬，你就直接是幸运的。我希望他等下会换衣服。我会。这画面真的太奇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穿这么认真，然后他却给我这个样子。待会黄轩上台是会吧？这个衣服换掉，所以各位不用担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